哎呦妈，你这么晚没睡呢？哎呦，这不是半夜打电话半价吗？啥事儿啊？哎，没啥事儿，就是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今天我跟你爸呀去那个村东头老赵家，你还记得吧？去喝满月酒了。哎呦喂，你爸呀，这回来这就叨叨到现在了，说你说那个啊。结婚好几年了，这怎么还没动静呢？啊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有问题得解决呀。哎，高兴啊，那个给你的偏方，你去抓了吃了吗？妈，我跟萨萨啥事儿都没有。你看，妈呀，你跟萨萨都好着呢吧？你听我说啊。别跟萨萨闹别扭，人家萨萨是北京人，她能嫁给你，那就是看得起你。可是这里头有个什么问题呢？这女人她要是没个娃呀，你就很难拴住她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咱们村里和你一边大的，那谁没娃？那这娃子多的都好几岁了。我现在在村里面啊。我在村里遇见个人就问，遇见个人就问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抱孙子呀？什么时候抱孙？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？你，我现在在村里啊，遇见人我都得躲着走，我都得绕着走。妈，萨萨可能已经都怀孕了啊？怀上了，怀上了啊？你的好消息吧？哎，好，啊，早点睡。我挂了，挂了。别，你挂了，怎么说的呀？怀上了，他说怀上了，怀上。